周四，南加州中华民国高尔夫球联合会举办记者会，宣布将于4月23日举办一年一度的金文杯高尔夫球赛。会长叶俊麟邀请各界共襄盛举，希望各界好手一起来以球会友。因为我们有提供这个所谓的这个训练班，他们也会一起加入我们这次的所谓的球赛，让大家能够在上球场上面呢，大家互相交谊，欢迎把这个所有的海内外的朋友呢，大家一起在这个盛会中呢，大家互相来求训，也借由这个高尔夫球活动呢，来凝聚我们大家侨民的向心，然后借着办活动呢，也可以让我们在主流有一个能见度。赛事总监高尔夫球教练林月志表示，大家积极参与的精神令他感动。这个比赛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大家有兴趣，要好玩。今年共有四项一杆进洞大奖，还有丰富的抽奖奖品，包括由华航赞助的洛杉矶台北来回机票，开放120位名额参赛。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熙、刘杰，洛杉矶采访报道。